唐薇薇，我的闺蜜，绝对漂亮有品位，还有高薪高学历高职位。按说这么好的条件哪愁嫁呀？可她年过三十还单身。我说的单身可是真真正正的单身。你见过不沾荤腥的猫吗？它就是一只不可理喻的素猫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曾经听过人文思艺术中心的讲座，那里肯定有朋友啊。行，这样你先查一下，我看看电脑。女人有个通病，过了三十岁还没嫁心里就发毛。唐薇薇也不例外，嘴上再硬，行动上还是积极起来了。嘿，哇，你这肚子越来越帅了，是吧？这两天啊，老踢我。哎呦，我今儿特累，我不管，真的，这事儿就得不怕我发累。哎，我说你靠谱靠谱啊？我的兴趣要常年出差 ，You know, my job is important。我想要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她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家，照顾我妈妈。我选你，主要看重你很独立。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。我开的车是房车，住的房是别墅。我喜欢有经验又聪明能干的姐姐。姐姐要是想逛街，我可以替姐姐拎包。姐姐要是累了，我还会按摩。是去你家，还是我家？你结婚了还出来？你是想干什么？这个后期还没制作完成，可别看。我叫刘军，我就是要把我相亲的过程全程拍摄下来，做一个纪录片。我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李安。我跟您说实话，现在的中国电影，那以后就该看我的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有一会，我得先走了。你觉得我不合适啊？那你身边有什么朋友，你要觉得合适的给我介绍一下？离了婚也成啊。有孩子的。来杯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这人都扎了堆了，谁让你来晚的？我本来想的是五分钟约一个，这咋个弄啊？这波确实不对路，哎，没事，咱们就当练习室。这怎么好意思进去啊？我没什么损失，这我可真进不去。你要去你去，我怎么去啊？是我，我，哎，这，像那么回事吧？还要怎么像啊？都弄得鸡飞狗跳的了。等着我吧，这就出来。唐薇薇吧？你是？杨年华，百合网上认识，记得吗？杨年华，对不上号了。估计您也对不上号，这么多人凑一块相亲。
坐吧。啊，谢谢，不坐。哎，你挺英勇啊，挺着大肚子出来相亲。是啊，孕妇不能相亲啊。能，不是不能，我就是建议你慎重一点。既然有了孩子了，能挽回就挽回呗。我为什么要挽回啊？为了孩子。孩子？孩子不要了呗。真是希望你要慎重一点。要，这孩子我要，我不在乎。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您刚才二位的谈话呀，我都听见了。我不育。啊？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俩倒是可以谈一谈的。那个，我觉得你看我们俩挺合适的，您长得也挺漂亮的，你看啊，然后我有房子，您啊，我有车，误会了，那个你是这样，你听我说啊，误会了，我什么都能干，就是吧，我不能生孩子，但是这个不要紧呢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条件挺好的。啊？你捣什么乱呢你？拿哥们逗闷呢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该打110报警了吧？这个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干什么呀？这个，别动！我跟你说，他有病。啊？我是精神病院的医生，我姓杨，是我的病人。什么病啊？阵发性狂躁症。有病你早说嘛！你这都什么呀？这个太刺激他了，快走，快快！哎，20块钱啊！还阵发性狂躁症呢？啊！不过刚刚谢谢你啊，你这人好像还挺靠谱的。你靠谱吗？我，你看看就知道。哟，很全呢。是啊，每个来的不都问这些吗？恋爱经历，一次。嗯。7年啊。18到25岁，那25岁以后呢？努力工作，提职加薪。恕我冒昧啊，你这条件也确实不差，为什么拖到现在？因为我遇上的男人质量太差。哎，这么好笑吗？说说你吧。啊？我听听。我特别简单，我的简历百合网上都有，以前搞过出版，发过财，破过产，结过婚，离过婚。真丰富。其实说老实话，我离婚这事儿对你挺不公平的。鞋可以跑这么快的，追谁啊？小偷。小偷啊！哎呀，那偷的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。我刚不太好意思啊，我还有点事儿呢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印象深刻，希望有机会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刚才替你了解过了，中年潦倒，还没钱。有钱没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。哟，豪车。哎，我老公来接我来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喂。
钱。喂 ，Lisa， 你可别忘了晚上等我。看你表现。别忘了。哎呀，讨厌！哎，哎，你那帅哥呢？谈着呢。哇，那这哥们谁呀？他们有一项目下个月招标。你这位工作牺牲可够大的。这怎么能叫牺牲呢？一举两得啦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呀，幽默、有钱又大方，还有经验，那一方。我看他得50了。不知道，反正我叫他老爸。我真受不了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跟他肯定没未来。谁要跟他有未来啊？他未来就是一糟老头子。我要的就是他现在，不管经济、人脉还是床上，我可以轻轻的跟他做爱，又不必替他养老送终，多好啊！小点声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微微，哎，咋？锦绣听说过吗？据说是华尔街的新宠，带着大钱来的。他们的 CEO 是中国人，叫 Jim。做什么的？珠宝吗？对，卖珠宝钻石的。啊，对了，你叫上 Lisa， 乔娜我已经通知了，一起过去。这可是个大客户，一定要磕下来啊！行了，放心吧。嗯，给我吧。好，快点啊！好。待会儿进来。可以。王总，他们已经到了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冯总身边最值钱的就是这个汤唯薇，她有很多的成名作，而且私生活干净，单身。住在一个很普通的社区里，是在团结湖吗？对呀、啊，今天人来的还真不少。真是。啊，到了。哎，冯总，哎，你好，欢迎，是我这里边请。Jim， 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冯总你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代表，不至于吧 ？Lisa， 你好，你好，高兴认识你，我是乔娜。嗨，你好，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乔娜。这是我们公司的销售总监设计师唐薇薇。薇薇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很好。你们认识？认识。我先进去，你们随意。好。哎，没听你说过呀，我们也进去吧。走吧，咱们一起进去。你怎么来了？陪朋友一块来的。哟，怎么眼睛肿成这样了？哭了？啊？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美国锦绣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 Jim 先生上台讲话。朋友们，掌声有请。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回国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我是中国人。哎 Jim， 你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回来吧？我为什么不能因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回来？我是一个专情的男人。前男友。很多年以前，大概7年前，有人告诉我，王阳，如果你没钱就没资格有梦想，梦想是属于有钱人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明白。当时那时候我是个小设计师，我总是求着别人，哎，给个机会，我是有料的。 no， 我们给你钱是想让你做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没有人蠢到给你钱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。别动，抓小偷必须欲擒故纵。哦，明白了。对不起，今天我回来。好了，走。我要用自己的钱做我想要的东西。立刻跟我走。而且我相信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机会。他怎么走了？谢谢。那男的谁？谢谢你们的到来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景秀是大客户啊，很重要，大家说说吧，怎么拿下来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先上，我年轻可以先做马前卒，实在拿不下来了，乔娜姐再上。老大，现在关键是时间太短了，要我说啊，咱们所有女将都上，谁逮着了是谁的。这就是扣扣我。老大，你发话呀。说哪儿了？哎呀，我看这件事情，我去。大家积极配合。凭什么呀？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王总，微微，进来呀。没事儿，坐啊，来杯咖啡，我这咖啡豆不错。王总好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。王总正在和唐总监开会。哦，好好，不急不急，我们等一会儿。行。我公司为你的产品做了一个策划方案。好啊。方案的内容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女孩跟着一个男孩，从18岁到25岁。他们一直纠缠在一起，这中间有快乐也有悲伤，他们无数次的分手复合再分手再复合，曾经非常相爱，说尽了这世上所有的甜言蜜语。曾经有一天，男孩对女孩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，有钱了，我一定会加倍还你。怎么还？还不还啊？还呀，还加倍还呢。那我可以把本儿留好了。所以我有点不舒服嘛。你想让我什么时候还？现在就还。1201罐红牛，这里是50箱零一罐，您点点。
请问送到哪里？你不会真让我把这上面的鞋子、帽子、内裤、背心都给你还上吧？你记账不就是为了还吗？微微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当时那么记是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我怕你随时离开我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可你还是欠了。各位，根据我的判断，这肯定是私事儿，关于爱情，麻烦各位就别查，好吧？明白明白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别跟了，走吧走吧，回吧，回回回，走吧，那走吧。我觉得你今天有点过分，生活账哪能这么算？算得清吗？他不过分，他一年失业七回，他说他不愿意给蠢货做设计。我告诉他，我也不愿意给蠢货做设计，然后我们就吵，吵完之后我就去上班了，下班回来他就不见了，人间蒸发了。我其实说心里话，我无所谓。哎，他妈的，去哪儿去哪儿？你让我知道行吗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我找不着他，你知道吗？Morning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想你这种东西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嗯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出去！睡过觉啊，还不回味呢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有没有点同情心啊？我这还没从失身的痛苦中走出来呢。失身？你还以为自己16岁呢？你得说这事儿咱们没花钱，是咱们赚了。啊呸你！哎，感觉怎么样啊？
你烦不烦呀？感觉什么呀？感觉？跟你说我喝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激情燃烧呢是可以激情燃烧的，别忘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。喂，喂，还在吗？听着呢。咱们说正事儿啊，我老公又给你介绍了一个，37岁，靠谱。哎呦，又面试了，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咱俩都好好想想，昨天晚上都干了什么？干什么？咱俩都喝了好多酒，估计不会干什么吧？你笑什么呀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确实想。我忍了，你说喝了那么多的酒，你就是有什么不也跟没什么一样？哎，我跟你认真说话呢，你认真点行吗？你说。你没什么不良嗜好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是问你身体健康吗？哦，健康，特别健康，我刚做完体检，各项指标都合格。你身体有毛病啊？你身体才有毛病呢。我身体好着呢。关于昨天晚上的问题，要是真出了问题的话，我来负责任。我要你负责任啦。哎，人家见完你就表态了，很满意。我说你老公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？给我介绍那什么呀？整个一老头，头发都没了。您秃顶要说跟遗传基因有关系，那您看您脸上那肉都松成什么样了？那不过也是人家的问题吧？那跟您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啊，您平常不健身啊？您对自己没要求啊？他说他37，骗人！37长这样啊，真可以你们。那两位老板，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？好像创意还不错。哎，无限这两个字。既代表了 wireless， 又代表 boundless。开饭喽！嘿，这都几点了还没吃饭呢？几点？哎呀，这么晚了啊！我累死了，我怎么不觉着饿呀？饿过劲儿了，钢铁就是这么饿坏。我就一点了啊，马上来。哦，不着急，我这边弄好叫你。啊。王陛下，可以用餐了。想感动中国呀？我就想感动你，感动那么多人干嘛？都娶回家，我忙不过来。嗯，汤好鲜啊！来，尝尝菜。这么多呀？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嗯，好吃啊！这菜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吃。我做的。给你做饭够格吗？先试用3个月吧。
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嫌这试用期长了还是短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有人乐意在你这试用三个月吗？有人乐意给你试用三个月的机会吗？好吧，你赢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觉得有点肚子疼？我可能病了点。你给我看看谁？哎，您好，请问唐薇薇小姐在吗？啊，在。您好，您的包裹请签收。还有王阳先生让我转告您，说这是他欠您的巧克力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薇薇，听说你在加班，辛苦啊。我过来找你，咱们要谈谈。我今儿没空。哎呀，痛死我！贝贝，哎呦，你行不行啊？啊！贝贝。病人怎么睡在走廊里？没病房啊？现在有床睡已经不错了。现在连化疗的病人都在等床位呢。哎，大夫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现在初步诊断的结果是腹膜炎。不是说胃病吗？啊，不是，不过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病。我们现在正在等着化验结果出来。什么病？妇科怀疑他是宫外孕。哎。孩子是你的吧？嗯，没关系，以后还会有的。哦，结果出来了。哦，哦，宫外孕可以排除了，确诊是腹膜炎。啊啊啊！如果你们要是觉得在这儿休息不方便的话，也可以回家，不过身边一定要留人。谢谢啊。谢小亮，王阳，王阳。哎，唐薇薇怎么找这么一个男的呀？这男的什么来路啊？靠得住吗？他跟唐薇薇是正宗的心灵匹配的推荐，他都33了，你让他找个什么样的？我跟你说吧，王阳，你是缺德缺大了。你走这么多年，你浪费的是人家唐薇薇的机会成本。薇薇现在是好不容易想明白了，想找个人把自己给嫁了，你又跑回来。那这哪来的住院费呢？啊，您别跟我这儿掰扯，医院就这么规定的。像您这种情况就得住院，这给您安排睡哪儿呢？跟我没关系，我只负责照章收费。问题是我没，我来吧，唐薇薇。好。哎，您有钱是吧？没钱往前冲什么呀？别帮倒忙。就是。我告诉你。医院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是你这种人给惯的。好，行。行了，你昨天没回去啊？对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啊，我昨天是在沙发上睡。
真的是在沙发上睡的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吗？昨天把我吓到了。那怎么没把你吓跑啊？我以为你考验我呢。哎，妹妹，箱子已经包好了，我是帮你扔了呢，还是帮你寄出去呢？如果所有不开心的记忆都可以打包扔了就好了。其实可以，只是你自己不愿意而已哦。坐下，咱俩认真聊一下。杨年华，哎，你这人其实对女人挺有一手的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别这么看着我，怪瘆人的。这是我的过去，你还打算继续追我吗？谁都有过去，我不在意。那你看中我什么了？人好。好人多的是。说实话，从你对王阳的态度来看，你对感情第一认真，第二专一。我不知道第二点对不对，但是第一点很难得，难能可贵。你不想找个专一的吗？我想找一个对我专一的。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啊？显得自信呢。显得自信哦。薇薇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身体好些了吗？挺好的。有事吗？你们营销方案我们研究过了，我非常满意。我们能谈谈吗？行，跟我公司约时间吧。薇薇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七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对我来说有些事情它变不了。就像在昨天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昨天？你怎么想的呀？七年等于昨天，什么逻辑呀你？我要的是每一天。你当初不辞而别，今天没有解释的机会。就算你背着金山银山回来，也跟我没关系。薇薇，我们真的需要好好谈谈。薇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么有身份的人，怎么去干一些没身份的事儿？大呼小叫的，多没文明礼貌啊！请让开，我跟薇薇谈。你跟我谈，他得休息。又不是不知道，宫外孕会闹出人命。宫外孕？谁说的？谁说的宫外孕？医生说的。真孙子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我说真烦人，是烦人啊！来，咱们继续。来，薇薇，关键时候可以吧？算是英雄救美吧？多烦人！别想，来，坐着，咱们接。你让我歇会儿。气糊涂了吧？那是门，不是床，歇不了，快。我知道那是门，需要我帮你开门吗？薇薇，不要让他影响你的情绪，你呢就把他当成一个屁放了 ，OK 了，不要想了，来，快坐坐。哎呦，薇薇，你怎么出去、哎？别这么激动，哎，我是经得住挫折的，我真的可以再努力。薇薇，你听我说，暴风雨可以来得更猛烈些，真的可以来得更猛。薇薇，哎，结婚了吗？没。有女朋友了吗？有了。祝你幸福。
呦，还没走呢。我下来透口气，你上去吧，我等你，没事。谁车呀？这谁车呀？我的，找茬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你想怎么办？什么？公了私了？怎么得400块钱？用不上，人工费50，我腻子喷漆也就200块钱，250。别让他黑了啊！拿着吧。250。我没有零钱。250。人家说的，我看你是想找茬吧。行行行，我跟你素质不太一样，欠着吧，下回见面再说啊。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？有，那可没准儿。还宫外孕呢？你们才认识几天呀？怎么会宫外孕啊？我看你是想疯了吧。哎哎哎，你认识的时间倒是长啊，怎么被人家轰出来了？人家还给我留着房门钥匙。好啊，那你拿着钥匙开门进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小子，我们认识不到两天，就在这所房子里边，我们俩。哎，这钱不算数啊，欠着我的，250。那种男人你也能看得上，一看他人品就有问题，我不明白你怎么想的呀。我高兴啊，我喜欢让男人追，有男人追的感觉特别好，我愿意。我追你你愿意吗？你打算追我吗？你想好了吗？嗯，还是你打算给我一个惊喜啊？你有做预算吗？预算多大？有没有做风险评估，收益回报？还有你追我包不包括求婚啊？微微，以前我们没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们把那事儿叫做梦想。现在有机会做了，你的梦还在吗？我的梦想还在啊，只是涨价了。这有点扯。猪肉都可以涨价，凭什么梦想要比猪肉廉价？微微，我想知道你爱过我吗？你终于问了，你说我爱没爱过？你说呀。可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。我过去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过去还没有皱纹，现在我有了。过去你穷，现在你富有了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。你一走7年之内杳无消息，现在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还得要求我跟以前一模一样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要求我？我没资格，我一点资格都没有，我知道。可7年对我来说停止在那儿，它一直在我这里，我没有丢下你，你信吗？我每天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你怎么安心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那好，如果你只认钱来，你需要多少钱？需要多少？不是我需要多少钱，是你需要把你的信用补上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无条件透支下去的，特别是爱情。是你把我给你的爱情刷爆了。
哎呀，吓我一跳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问你怎么进来的？啊？哦，你前男友告诉我说那个钥匙留在门口，我就用了。钥匙呢？啊？家门钥匙怎么能放门外呢？多危险！我把它放在一进门的柜子里了。我以为你今天不会去上班，会在家休息，所以我敲门，一看里边没应声，我怕你出事儿。那你就进来。说吧，烦我什么？我就是烦死你，我今天也要把话说完。给你一分钟。好。你从网上认识个男人，你了解他吗？就因为追了你一时半会儿，屁颠屁颠跟着你，对你是鞍前马后，你就打算跟他好啊？这种男人我见多了。年轻的时候挥霍青春，人到中年什么都没捞着，就想找你这样的老婆。把他前半生的烂摊子全让你接下来，想着好着呢。你不是挺聪明的吗？转不过来呀、啊，啊，唐薇薇。是，咱不是说非要找一个经济基础好的。他要是30岁，兴许还有希望。这夕阳西下了，要啥啥没有，你为什么呀？你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吗，王阳，我愿意。他有钱没钱不重要，他没钱我可以挣啊。我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我要的是男人，你知道什么是男人吗？我刚洗完澡，恰好听到你们的谈话。哎，我能跟你说说吗？这个，你如果要是真喜欢唐薇薇的话，你就追她嘛。你干嘛要诋毁别人呢？啊？我问你，我怎么就是个烂摊子了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是个烂摊子呢？我还没有未来了，我是终结者，我快死了我。哎，你说我利用唐薇薇，你看见了？啊，你经过调查研究了吗？你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话，你就这样乱说别人，这是在诋毁别人，你明不明白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王阳，你要再这么诋毁别人，我。你干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没有。太不像话了，教育教育他。你怎么把衣服脱了？嗯？怎么头发都湿的呀？是吗？这怎么满地都是水啊？天热，我干洗了一下。热。相亲啊，唐总监在开会，你稍等，一会儿我过来叫你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他喜欢百合的。他会喜欢玫瑰的。哦，我开会去了。嗯。你们都一个公司的呀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贵公司卧虎藏龙，全是美女，美女。谢谢。好，你说你想要一款能够表达独立、执着、敢爱、敢恨的作品，我们给你出了，你又说这不是你理解的独立、执着、敢爱、敢恨，这中间又缺少了
浪漫缺少了坚持，我们再改，你又说这里边缺少了纯真，缺少了爱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跟你说，王阳，自从跟你分手之后，我没有再做过设计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努力，就是不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为了挣点钱，给蠢货低眉折腰。说得太好了，你能不能职业点？我已经很职业了，是你不职业。如果我只想要这些设计，满大街都是，我没有必要来请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想看我痛哭流涕是吗？想等着我跟你说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肠子都悔青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王阳，少拿生意跟我说事儿。你可以让公司解雇我，起诉我都没有问题，我就是做不到。你能做到，我要的是你的梦想。设计梦想，你才能给自己设计梦想。你听不听明白啊？这是我的。唐总监，有人找。我现在虽然什么也不是，但我就是一只潜力股，将来迟早是要飘红的呀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，我今天的情况跟李安当年是一样。站住！李安成功是因为李安有本事，你把纪录片拍好比什么都强。薇薇，开我的车去。有这必要吗？我们做奢侈品的，有时候排场很重要，这是工作。那你送他。OK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拍一个有关都市美感的片子。啊，听这声不错呀。下一个。好的。你这什么车啊？陈恩，百公里提速几秒？嗯，你这趟微微有把握吗？没把握，但我想试试。对了，你跟他熟啊？依你看，我追唐薇薇有多大把握？好，想听好的还是坏的？好的。你现在这套，他吃。是吗？哎，说点不好的听听。你真喜欢他吗？那当然。几成喜欢？十成。你们俩肯定没戏。嗯，不好意思，话讲多了。为什么？他很优秀。哦，您的意思是我不优秀，我配不上人家是吧？哎，你只剩下秀了。拙劣的无上装表演，表里不一的男人。您的意思是说？您是有上妆表演，开好车的那个也是有上妆的，算是优秀的是吧？可是你开着好车就算是优秀的，这不公平。你拿什么让人家幸福呀？你们俩站一块有夫妻相吗？
夫妻相。哎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人家是在找老公，你现实点好不好？我很现实，我找的也是老婆。你想占人家便宜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我是癞蛤蟆，想吃天鹅肉是吗？好吧，那我也穿件上衣，来一次有上装表演怎么样？好吧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今天我们能谈这么顺利。对对对。那就这样吧，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哎，好。那边。不要。来嘛。不要。钱伟，你干什么呢你？我要拿房卡。这谁呀？这。我是他同事啊。你谁呀？他老婆都不管，你管得着吗？咱们走吧，钱大夫。钱伟，给我站住！纪晓令在家给你怀着孩子呢，你干什么呢你？那又怎么样？我爱他。你说什么？老公，咱们走，今天我要好好爱你。他有老婆，他结婚了，他老婆怀孕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、啊？有关系吗？不要脸，不要脸！薇薇，你别动手好不好？薇薇，你谁呀？别动手！你不要脸！过来，过来！哎，你看这样，我们报警了，那么多人了，我们要报警了。怎么样，这个车够优秀吧 ？L8， 百公里提速3.8秒，不错呀，哪儿借的呀？谁还没个有钱的朋友？走吧，我得完成薇薇让我送你的任务。老板，请上车。哥们儿，填个数，以后别再找薇薇了。你觉得薇薇值多少钱啊？非得把人家搅和离婚了你就高兴了？你这是干涉别人家内政，是非常可耻的行为。我可耻？哦，他家里一个家外一个不可耻，我看不过眼反倒可耻。知道什么是两口子吗？患难与共，风雨同舟。你一个外人说三道四的，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的，你让人怎么生活？家丑不可外扬，招人恨你吧你。去，哎。别死盯着看了，走吧。那你说那小护士，她图什么？她图什么？人长得挺漂亮的，又年轻啊。她知道天上有老婆？知道，肯定知道。那我问问你，你们那个 Lisa 她图什么？她不是也整天跟着有老婆的男人鬼混吗 ？Lisa 混到钱了呀，小护士能混到什么呀？若真闹离婚，房子得判给靳小令，那是结婚前人娘家出钱买的，钱伟一无所有。庸俗？怎么庸俗？合着哦，女人跟男人在一块就非得图点什么？人家小姑娘没有你那么世故，人家就是单纯的崇拜、喜欢、爱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小姑娘不世故，小姑娘不懂事儿，那你们男人也不懂事儿，你连起码的婚姻都给不了，你凭什么无偿享受人家单纯的崇拜、喜欢、爱呀？知道两厢情愿这个词儿吗？谁无偿享受谁呀？哦，合着我们男人就得白给啊？啊？如果女人个个正经的话，那男人到哪里去无耻呢？是吧？都说男人不忠不义，那如果女人都个个忠义的话，我一向对感情忠义不二。对，那是你一定有不忠义的女人，才有了第三者、小三儿。不是我瞎扯，能不抬杠吗？好，不抬杠。你老说男人欺骗女人，一旦上了床，马上提出分手。
那我想请问，谁规定的说上一次床就必须得上一辈子呢？当然了，上了床就必须得在一起一辈子。哦，好。嘿，丽子，妹姐，怎么样啊？见着新郎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还不知道是谁呢。啊，也好，留点悬念吧。哎，薇姐，帮我看看那男的。省省吧你，人边上有一瓷娃娃呢。那怎么了？没准有一天他们发现彼此不合适了，再没准有一天他们吵架分手了呢。这跟咱们做生意一样，你说你难道因为这客户被人家给做了，你就不跟他结交了？大家竞争嘛，今天你的合作伙伴，没准明天就变成我的了呢。我们比服务，比诚意，比耐心，比实力嘛。你这可不道德啊。嗨，嗨，说的有道理。嗯，哎，你那老爸爸呢？谈着呢。客户还满意吗？满意啊，一门心思想跟我结婚。不过我倒是挺拧巴的。你还拧巴什么呀？哎，别动！哎，哎，啊！哟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就差你了。嘿，他吗？啊哈！哇，真的！你们俩的事情，他都跟我说了，我不介意。你也别介意哦，你的靠谱吗？嗯，他好像比你小。薇薇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很怕男人骗我，图我什么。但是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，最怕的就是自己没什么可给男人图的了。人生是分阶段的，我到了50岁以后，还会需要男人吗？我要儿子就够了。哟，宝宝，嗯，张扬来了，他非让你出去接他。哦，是吗？潘总监，你一定得好好祝福祝福。祝福祝福祝福。你得对我们家乔娜好点儿。放心吧。嗯，哎呦。啊，薇薇，我们走了。坐会儿哈。薇薇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跟小宁发过誓了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碰别的女人了。小玲不舍得打你，我替她打。记住你发的誓。
你觉得我优秀吗？你呢？特别优秀，你人长得漂亮，又有工作能力，神采奕奕。那我怎么听说啊，女人太优秀了，男人都不敢要呢？谁说的？又是王阳吗？就知道王阳。嗯哼。靳小令老这么跟我说呀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啊。说一个男人永远不会嫌一个女人太优秀的，我认为，就像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嫌一件衣服太漂亮。一个女人放弃一件漂亮衣服，只有两个原因：一，是价格问题；二，不合身。那男人放弃一个女人，也通常是出于这两个原因，行吗？这么解释？我怎么感觉你像在挤兑我呀？哪敢啊！一个优秀的女人，一个好男人，天生一对哟。那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为什么你老婆跟你离婚了呢？我去个卫生间。杨年华，你一直在回避我这个问题。哎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呢。我的情况呢，就是这样。你要是觉得合适呢，我们可以继续下去；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那算了。杨天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找老公呢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在一起是需要了解、需要沟通的，在一起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我这过分吗？抱歉。没什么不能交流。我呢，很早就离婚了。之前生意做得还不错，我们俩的感情也特别好。后来，生意败了，沾什么赔什么，又赶上怀孕，他就提出来要离婚。我呢，我一直安慰他，我说钱可以再赚嘛。两口子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况且还有了孩子，是吧？他不同意，坚持要跟我离婚，背着我把孩子打。孩子要是在的话，估计可能别这么高了吧，女儿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可能我不是很了解男人，但是我多少了解点女人吧。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你，为你怀孕，再把孩子做了，这说明她得对你多失望啊。嗯，你好好歇着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快做饭去。
残忍是你。你想吃什么？啊？我热爱吃青椒土豆片。其实不用每天接我上下班，这个可以不算在考核之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算？一定要算的。我今天去儿童保育院做义工，两个小时以后就没事。你下午不是还有个会吗？我来接你。你去做义工？啊。你能做什么呀？讲故事。讲什么故事啊？唱《唱五杯》。只要一有空就会来，孩子们都喜欢他，叫他杨爸爸。喏，唐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杨爸爸，跟孩子在一起，简单高兴。哎，那位，上次王阳在视频里说我那句话，那个我回去想了一下，过日子，经济条件很重要。这里边有60万，哎，我最近生意做得挺好的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拿去挑个喜欢的房子，算是个首付吧，剩下钱我慢慢还。哎，人更重要。对，人重要，人更重要。长这么大，除了我父母之外，没人这么疼我。都是我哄别人。难受，啊？挺高兴的。王总，出事了！三省集团不谈了，您还是自己看看吧。谁干的？我们铺货的1亿2000万已经拨到了淘气公司的账上，可别人还在催促我们扣款。您说这钱去哪儿了？我现在怀疑你侵吞我的货款，冯都，我不想这事弄得大家最后很难看。请你注意你的措辞。王总，你们已经有2期款没有付了，是你们违反合同在先，我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可以吗？我正在跟一家公司谈融资，他们很感兴趣，明天就开始尽职调查。你现在撤了让别人怎么看？如木来辞，我拿什么还你，对不对？
你有信心？我当然有信心了。我没有，谁让你们美国那边出事了？兄弟，这或许也是对你最好的选择。冯总，冯总，冯总，这事儿我们再考虑一下。唐总监，我得向董事会负责。我可以允许你以个人的名义继续帮他做下去，但是合同必须终止。OK。简言顺便，王总，三盛集团的人到了。王总你好，嗨，你好。你来了。我来开个碰头会，尽职调查开始了是吗？是啊，人家得摸清楚我的家底了才能出价。能筹的钱吗？天知道。你们会议室在那边，我带你过去。你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现在中国市场多好啊，怎么都得扛下去啊。我能扛下去，但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想让我的美国投资人对我失望，所以必须融资把这事做下去。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别人？他是我恩人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现在。如果筹不到钱呢？最坏的打算把这项目卖了。那你自己呢？打道回府，重新开始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李总，是我，啊，是这样，我现在啊正在给锦绣公司做着一个网络营销计划，你也听说了是吧？项目很不错，他们现在啊正好缺一个合伙人，所以我就想到你们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啊，这个项目我听说过，确实是一个好项目，但是我们公司现在运作资金上有点问题啊。那没事，这样吧，有机会我们就出来坐坐。好好好，啊，好嘞。回趟公司还要加班，我得再试试，尽量把成本压缩到最低。OK。喂，向总是吧？对，是我。是这样，对，我现在呢在给锦绣公司做着一个网络营销计划。嗯，这个项目挺不错的，他们现在啊正好就找一个合伙人，我就想到你们了。喂，啊，是这样，我现在啊正在。你也听说了这个项目是吧？啊，很好的一个项目。谈的怎么样？不好，人家只谈收购，不谈合作。能再争取一下吗？我是想跟他们董事长见一面，再争取一下，可人家不愿意见我。你先别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嗯。好。别那么拼好不好？宵夜都上桌了，一会儿凉了。没胃口。这事儿真这么重要？哎呀，看来你还是放不下的啊。你又胡思乱想了是吧？你这个人啊，心眼这么小。吃饭去。喜欢吗？我无意冒犯，不想见你。这环境怎么样？
我已经把它买下了，有可能成为未来锦绣公司办公的地点。看得出你很喜欢，如果我们能合作的话，我也会喜欢。好，各位，我想跟王总单独谈一下。好的。特别不喜欢今天见面的方式，抱歉。怎么就是你呢？是不是我不重要，这事跟薇薇也没有关系，只是生意亡羊。还能接受我这个买家吗？想听心里话吗？想。我很不愿意接受。这是我为您挑选的八款钻戒，不知道你中意哪一款呢？用珍惜呢，为珍惜呢，这句话说得好。先生，请问它的指圈度是多少？哦，对不起。喂，薇薇，在哪里？我去见你。刚刚王瑶来电话，说要急着见我。哦。他把项目给卖了，情绪挺差的，可能马上就要回美国，挺惨的。我想陪陪他。陪陪？这个时候陪陪挺危险吧？作为项目的合作者，作为好朋友，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都应该陪陪他。那你能不能先见见我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因为我明天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出差，听吗？不一样吗？我先去见他，然后再来见你。那不一样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我都答应他了，好吗？那好，那你答应我，见完他以后，我无论在哪里，你都要来见我。好嘞，我答应你啊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世界也不可惜，我愿意为。
出血啊，抱紧我。有些东西失去以后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，但它会永远在心里隐隐作痛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时光永远停留在那一刻。抱紧我。什么饮料吗？给我来一杯法国黑燕。好的，您请稍等。微微，很抱歉，用这样一种方式让你了解我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。生活原本就富有戏剧性，只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在小心谨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送我回去。唐小姐，救助汪洋公司的人是杨建华先生。他是三盛公司的吗？对，他是三盛集团的董事长。尊敬的唐薇薇小姐，很高兴代表东方航空为您的魅力之旅提供服务。我们大约在20分钟后到达巴黎，今天巴黎阳光明媚。作为杨年华先生的机长，借此机会祝你们的假期难忘而浪漫。董发先生，唐小姐，打扰一下，唐小姐，我们快到巴黎了，您休息的还好吗？很好，谢谢。祝您旅途愉快。我在等着你跟我解释。我有点紧张。我跟你谈过我的过去，很痛。我想找一个真爱，能在一起一辈子。假如我带着这一身身价去找的话，眼下这个社会，我怕我看不清楚。我更没看清楚，因为你一直在骗我。我这么着急请你来，就是想把这件事情。你是不是觉着人有钱了就可以自以为是啊？杨天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要不是因为你买下王阳的公司，我是不会上你的飞机跑到这里来和你见面的。是你帮助了他。我替他谢谢你，我也谢谢你。
当然，你也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家很有价值的公司。金融危机，这种时候动这么大的钱收购一家公司，风险太大了。相信我，薇薇，我完全是因为你。王阳当年一走七年，以为带着财富回来就可以得到我的谅解，他错了。你这么想，你也错了。那薇薇，你到底让我怎么做呢？你知道王阳为什么把公司卖了吗？他为了报恩，因为他不希望让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银行家还要在这个时候跟他一起承担风险。你呢？过去装穷卖乖，现在一掷千金买下你对手的公司，你做这一切，你这一切是不是都已经设计好了？薇薇，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，我真的解释不清了。你有钱可以随心所欲，对我没用。送我回去。薇薇，你这样走了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从来没有刻意掩饰过自己，我就是我，有钱没钱是一样的。假如你真的是认为我欺骗了你的话，那可能我错就错在我隐藏了自己的财富。可是你呢？你隐藏的是自己的心呢，外面包上一层厚厚的盔甲，针插不穿，水泼不进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其实我们是太害怕，我们让生活吓破胆了。Sorry. Never mind. 薇薇，我们应该勇敢点，再勇敢点，再勇敢点。我想，假如我们今天错过了的话，我们可能永远就错过。不想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薇薇。无论你想要哪一种生活，我都陪着你一辈子，每天。行吗？首先应该懂得把财富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。那么我们三盛集团也是本着这个宗旨，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有梦想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因此我宣布，我们公司放弃收购王阳先生的公司。王总，改为合作。谢谢，十分的感谢。真的很惊讶，非常的惊讶，振奋，完美。感谢杨念华先生的选择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更棒的开始。Jim， 加油！我想请上这个项目的销售总监唐薇薇女士，因为此刻不能没有你。
你说的没错，在生意上我们守望相助，但在爱情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你说过。你不是想忘恩负义吧，王阳？我们俩的事儿回头再说啊。薇薇，薇薇，哎，我这试用期是不是差不多了？总得给我个态度吧。杨年华，你那套穷酸相我已经看腻了。既然我已经知道你是个富人，好不容易碰上一个，那你就再按照富人的方式追我一次。试用期遥遥无期，汪洋，我不想活了。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。哼，我跟你拼了。It's a funny little world before me. I'm here to be a dummy. I wanna do what's best for me, for you. They say love's complicated. For me, it's so understated. I gotta be it in my heart for the two of you. What do I do?For me, it's so understated. I gotta be it in my heart for the two of us.